那我就不给你了。真香！嗯，那等我辣椒放熟了，够烫。你不香才香。
哦哟，这个也太硬了，那个火锅乱升起了。天气冷了嘛，当然是麻辣火锅噻，才不安了嘛。哇，嗯，好神奇哦！啊，我你赶紧吃噻！来来来，哦，你不是那么那个？哎呀，我把味道不够了嘛，就加了些蘑菇辣椒。 嗯，味道很带劲，炸得很过瘾。哇，一下子能给你炖到了，你让你过来啊！哎呀，赶紧拿辣椒去摆饭吃。快走，举出来。快走，把辣椒给我。OK，OK，兄弟们打我。今天还有一个，我这辣椒吃个什么了？啊，真香啊！嗯，啊，真香。能不能动过一点辣椒，把我也想吃？ 还想吃毒死！滚！哦，恭喜帮你杀味了。嗯，嗯，啊，真香！嗯，哎呀，妈呀，可以不错。你个憨鸡！哎，嗯，这鸭子不会太肥了，再不能够，我就全部给吃了。哎呀，终于不，走路就不喊我了。滚！嗯。 哎，用你的鸭子都是太少了，你叫我咋整呀？这我这个牛真的哈！我滚！我滚蛋！啊！撤退可言。哎呀，他啷个了？你这个不要看到我皮肤都是一层的嘞！啊，真香啊！嗯嗯啊，太安逸了！看我小时候的手势呢。 我想抓青蛙，来挑一个。啊！我就问一声，太难了，吃不完咋办？留起我走了，我来啃。嗯。啊，真香啊！你来了，非得不吃。这跟你容易没好处，真还是难吃。